Hello， 刚刚是不是怪怪的？有吗？Hello， 刚进来就广播，刚好像怪怪的，它上面写连接不到，就一直写连接不到。思源下午好，朋友下午好。Hello， 企鹅长好。下午好，下午好，现在正常，好，很棒。下午好，谢谢思源的分享。哟吼 ，Hello， 午安，午安，塔瓦哥午安，塔瓦哥午安，蛋蛋午安，来，哟，塔瓦哥，呆呆，午安午安，下午好。等一下，202KB， 好多，好快哦。对啊，刚刚他一直写就是连接中，然后就一直连接不到。今天超冷的，打开。Hello 黄宇，谢谢大家送的樱花。刚好听到咔咔咔的声音哦，好可怕哦。Hello， 黄宇，黄宇，穿短袖，太可怕了吧，很冷呢。我今天穿这样哎，然后还高领，可是我现在还是手脚冰冷，超冷，超可怕。我现在真的超冷。Hello， 北极星，前发这样收弧度很美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前是出门的时候有用离子夹这样夹。结果一出去那个雨就毁掉了，然后所以我现在可是弧度还留着，所以我就把它往旁边歪，然后就还有弧度这样。谢谢大家的分享。 Hello 卡丘，中午下午好。莫里斯下午好，谢谢卡丘送的樱花，谢谢。杂工午安午安，眼妆好美。眼妆的话一样的，其实这样最快，因为我今天早八，然后我早八都会懒得化妆去学校，所以我就要回家然后化妆。啊，我这怎么关不掉嘞？哦，好了，所以我就要回家化妆，再做饭。我都没有翘课啊，去上 ，Hello， 礼拜四都有去上课，我礼拜四都有去上课，拿到这纸笔擦擦，什么台词？好美，又冷又下雨，对啊，超冷哦，是早，对啊，我刚才在打哈欠呢，太早了 ，Hello， 子阳。我真的一直在打哈欠，超好笑，好，超想睡觉。那，走吧，你看那里有鸡排，喂，炸鸡店，炸鸡店。晚安。中午好，坤坤，中午好，谢谢子阳送的樱花，觉得超市，哎呀，蛮那个，可是我觉得嘴巴怪怪的，这里，今天直播到这啦，仿佛刚睡醒，没有，是很想睡觉，啊，早八啦，太早了，我要关电视，等我一下，不想看。来播，要不要重现鸡排店？等我，等我，我要播音乐。哎，可是他播音乐会不会网络又坏掉？好像有可能哎，那算了。鸡排店，拿望远，哦，我是这样拿的。
看那边有鸡排店，这样吗？谢谢思远送的浴衣，鼓掌鼓掌，魏爱罗。这样直播边睡会，边看直播边睡梦到你吗？可能会哦。我在梦里超邀请你们吃鸡炸鸡，可以清肠。我要鸡蛋哦，不行不行，我现在鼻塞。是鼻塞吗？反正就是太冷了，有点超适合。喂，是不是把玉云拍的公式照吗？是公式照还是生写真？生写真我觉得超级僵。公式照吗？房间不开空调，你说暖气哦？没有哎，好像没有。阿罗基伟帮我安。鼻子可以按摩活血，活血？你说这样按吗？这样不会变红吗？因为这样比较美。公式照都是，你们懂的，你们懂的。每一次公式照都那样，我以前的公式照才可怕嘞，有那时候 TP 时期哦，那个超可怕的，有奇效。他什么姿势？从台北回来后就感冒？真的假的？什么台北的病毒吗？被我传染的啦，新型病毒啊。哈哈，我让你连续传染两天呢，第一天被我传染，第二天被林杰传染，是吗？都是病毒。去台北，对啊，其实礼拜六、礼拜天没有那么冷，是今天这几天超冷的，超可怕的。谢谢吴一凯的分享，公司照很可怕啊，公司照。看我差点不敢，超可怕！对，那时候超可怕。看那个笑死，有啊，到底在笑什么？阿罗，笑什么？我真的一直鼻塞耶。好，我家衣服洗好了。好烦哦，我最近一直在讲错字，真的讲错字。只抢到邓世神啊！好的，好想看了直播。夏天洗，我不知道，我妈就把它丢进去。我刚刚那个叫了，我不适合吗？真的假的？我不适合吗？老师说我很适合哎，我不适合吗？我吓到，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我不适合这首，真的假的？哎，哦，组合笑我知道，因为我也觉得很好笑，组合笑你们一看就知道你们是因为我们组合像，对啊，适合吧？新型病毒，普通吗？老师说我跳很好哎，对不对？啊哈哈，是不是？那时候因为至少是三个 uni， 对啦对啦。我看啾啾啾，我跳啾啾啾能看吗？超可怕的！来了，芥菜，很适合跳。我们三个吗？巨型病毒啊，多适合，适合吧？我们那时候练习呀，然后老师就说要有那种就是。那叫什么？
做作的感觉，做作的感觉，就是要把病毒传给大家的感觉。然后那时候大家就，反正就是很好笑，蛮好蛮吃的。结果妈，我去跳了一巴，吓死了。Hello， 秦虎 ，Hello， 黑哥，马吉斯哥，你是说那种不良的？我适合跳不良的啊。谢谢黑哥的分享，你跳鱼包我也会想。哎，怎么唱？爱就像噔噔噔噔噔，还是不会唱。天使一把，还是尾巴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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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歌词。谢谢黑哥送我玫瑰，可爱的色欲，真的假的？我真的不行。四个特工有啊，你们超明显的好不好？你们超明显的。拍 MV 会把工作人员打中？喂，不会啦，我懂那么可怕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不可怕不可怕，没有，我很淑女的，娇羞感这样。是我们超怕，我们超怕做我们朋友，为什么？因为到底喂，不要当 M， 真的是。淑女，对啊，淑女，我是淑女，为什么？好可爱，好好笑。哎，不要，等一下，我真的是，我觉得我来 AKB 那个形象好像错了。我以前16岁的时候是走性感风的，多性感啊！那时候，以前小时候。我要找给你们看，那时候我真的是留了刘海之后变成这样，可能喊太大声太吵啊！给你们看我以前16岁的时候，真的是，哎，16岁几年？2017年，回顾一下女大使，对啊，变可爱是怎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好好笑，可是以前没有化妆啦，只是，以前黑头发，所以就变得很奇怪。我看一下，对、啊，以前是黑头发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找到万年老照片，还有李梦纯，哇！这是什么？黑发比较好，不行欸，我黑发很可怕欸，因为我就是黑发整个暗掉。谢谢荣军送的 love， 默默那时候没有啊，默默那时候很瘦，默默那时候大概49，哎，没有，多吃多健康，健健美，多吃多健康，什么意思？我来给你们看我小时候。以前的时候呢，哎，我给你们看我的腹肌最厉害的时候，高二的时候，我腹肌最厉害。嗯，在哪？不见了，等一下哦。就多嘛的，啊，这里，我的腹肌在哪？哦。嗯，哎呀，偏找不到，等我一下，在哪？高以前运动形象的鲜明，对不对？现在运动量大，吃多一点正常，对不对？以前不是8+9风格。不是吧？是吗？好啦，以前也蛮像的。不是，我在找我的腹肌，怎么不见了？的腹肌的照片。哦，有，这里。
小时候高二，2018那时候毕业旅行，然后你看我以前腹肌，我干嘛晒以前腹肌啊？你看，超扯的，我现在这时候觉得超扯的。啊，就小时候那时候都还没化妆，那时候素颜呢、欸。好啦，其实没什么差。小时候素颜长这样，等一下，哪样？就是素颜的照片，性感一语要重出江湖，真的是，啊，我觉得很难变回来。你知道，我跟我见我以前的朋友，然后他们就会觉得，他们就会说，林雨你怎么变这样？我说哪样？他说：“天哪，你好烦，走开！”我变，他们觉得我变，你叫什么？哎，我变怎样？反正就是变可爱。他们觉得我变可爱。然后之后，因为以前我真的是跳舞，就是那种性感到就是性感那种。然后我只要一跳性感，老师都会觉得你跳很棒，这样。然后结果我一回去，你知道变怎样吗？我一回去哦，老师就说你是太久没有跳性感了，是不是？我说哦，对啊，你可以不要那么可爱吗？我说啊，哦，好，我努力啊。想让自己变更没有耶、欸、我觉得我没有耶、欸、我没有刻意耶、欸、我就莫名其妙长着长着就变可爱。不是说长相啦，我是说个就是个性嘛，也不是，就是我不知道耶、欸、对，这不是我愿意的。就是莫名其妙，真面目跟四八号，对，然后已经变成习惯，就是已经变成就变我了，成员太可爱，对啊，长着长着就变可爱了，不然我以前长这样哎、欸，属于真的是，这我没化妆哎、欸，素颜，你看那黑眼圈超可怕，那黑眼圈。呈现一种进化哦，那个又是另外一个进化史了啦。那个是外表的进化史，以前长这样，哇，真的是个性的问题，对，就是个性的问题。我看看，外表没变，因为那是去年。已经是被诗雅太感染，喂，被诗雅感染吗？都好看是不是？哎，停一下哦，我给你们看我以前跳舞，这是什么？哦呦妈呀！哦，这是我以前编的啦。哦，哎，那怎么没有？哦，要连 WiFi。那我以前编的舞，我想说那是什么东西？每个月放一个自拍，然后进化史。易云真的很会进化啊，其实，可是我觉得我这几年就没有在变了。哦，好像有。嗯，我收回。有，我有在变，突然想到两年前，很可怕。Hello， 明达。哦，哎，有了，等一下。这种进化超恐怖，怎么说？经验值到了就会累积经验值，好棒！我最近一直在玩那种什么养成游戏。那种宫廷
养成宫廷古装养成游戏，然后一直在累积那个经验值，然后就变什么3、4等宫女、3等宫女、2等宫女之类的。我在那边一直去爬那个，一云变二云，二云吗？听起来怎么感觉在骂我？变得越来越可爱。哦，冰大。你的那叫什么？你的 report 只有写正式生的，对不对？啊哈哈，都还很关注。黑发蓝发化妆，没错，一个关了 N 个期，不是那个，是我忘记叫什么了哎，叫四个字。啊哈，啊，你不考虑写研究生场吗？有4个字，然后我还有玩另外一个也是古装宫廷，叫什么《宫廷心计》还是什么，那个也 OK， 那也蛮好玩的。然后还有《九万岁爷》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，哦，我看一下就知道了。我来看看啊，我最近在下载一些奇怪的游戏，哦，《凤凰心计》跟《紫禁繁花》，我不知道我玩这些要干嘛，我就只是觉得。很好玩，在那边爬那个等宫女什么的，可是其他东西我就懒得用，我只是想要爬那个宫女，然后看她衣服会变怎样，只对衣服有兴趣。研究生看完正式声音的，喂，真的是布丁好可爱，麻油好漂亮，芋好美，冰蛋这样不行哦。北上塞车送，哎，你要北上吗？谢谢青湖送的樱花，写了2000的。我最近写很少呢。奇怪游戏，那玉娘娘，对，我要爬到皇后，等我爬到皇后，我再跟你们分享一下。我就是要。我想知道哎，因为越到上面那个服装就越来越华丽，然后我就会很喜欢，所以是要把玉豪美的部分没有，就至少还是要写一下，那你全部都写玉豪美这样，才哦对啦，我就写很快，哼，等一下不行，我觉得我要。找，哎，这是2017年，没有，不行，我要把我证明我以前是性感担当的影片拿出来。君主是谁？阿 K 啊 ？Hello， 杨公公，谢谢杨公送的樱花跟蓝色圆棒，谢谢。我来看看，嗯。啊，我直接找影片比较快啊！我在翻什么嘞？嗯，哦，多哦。IG 有字数限制啊，所以现在不性感。现在对啊，现在好啦，也是有吧？有吗？好像没什么，不是啊，没有可以性感的地方啊，我觉得。啊，我对啊，我只能靠肢体，因为物理上我又不性感啊。谢谢风凉送的 love 跟樱花，可是我找很久，等一下呢。这是2017年，哎，刚学跳舞的，好丑，可是好丑。我觉得我现在看其实跳得很丑，可是这是我第一次被夸奖，就是因为才刚学跳舞没多久，然后。然后那时候就大家都说我很适合跳。
物理随口喊喊喂喂，是不是有拿手机拍什么东西？哦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要拿，我原本想要，因为我看前面肉肉就这样自拍，然后拍到后面，我也想要，然后我就这样拍，结果发现哦，我没有按到录影键。然后我发现的时候，我就想说这样不行，赶快我再按，然后我再录，然后再录，所以导致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说拜拜，大概两秒吧。我后来还回一下这样拜拜，然后就上车了。嗯，就是这样。啊，就意外意外，真的是。意外有我说拜拜，而且我还有拉开窗帘说拜拜，你们有看到吗？一个桃红色的人在说拜拜。时间算了，嗯，差不多两秒，就这样拜拜，我就只能上车了。你们看不到里面吗？我有拉开来说拜拜的说，而且跟你们板板的颜色一样，我穿桃红色。啊，就全黑哦，真的。谢谢阳光送的掌声鼓励。叉叉被我笑死，被你笑死。为什么？有哦，哎、欸，冰大都随口喊喊，真的是。啊，上次都全黑。我有说拜拜，我上车我还有讲。然后我还把手贴在窗户上面，可能司机会想打我，我就这样贴着，我就这样，啊，我就贴着，可是我真的穿桃红色，跟你们的灯一样，只是那个收据超过手机，这件呢、啊，我穿这件。两秒哎、欸不是，我真的是意外啊，那个手机它就我就没有按到，然后就很快，然后我就走了，后面会远的啊、哦、因为太远了，这次太远了，只有喜欢你是真的哦，冰大都可以哦，都可以哦，虽然没有心动，可是我觉得这很高不行，等一下我要继续找我的，有点难哦。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性感的，性感的在哪里？也不是这个。那时候我们都在后面，喂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其实你是假的，假的什么？不是，也不是这个。我、哦、什么？怎么那么多东西？哦，也不是这个，到底会说心动不敷衍的，说会没有？我说我不心动，可是，这句很好。接受人啊，接受人还，哎，这次离超远的，我想说哇，怎么那么远？哪个是一米？一米是桃红色小帽帽。我说这个啊，你们应该有看到这颜色的衣服吧？很显眼，大粉红色那个。上次没有吧？上次比较近吧？我觉得上次比较近。哎，我怎么都没有找到。说实话，你没有来啊！上次也这句，真的吗？是哦，好吧，啊哈哈，错过两次迷你空，没事没事，以后还会有的。哈，正式生产送车机哦，真的假的？他们很远是不是？啊，我是不是都没有存啊？到底在哪？都没看到嘞。嗯，直接被车挡，大家都要跑出来看。什么意思？直接被车挡？
被车子挡住了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哦哟！啊！哎呀，这个吗？这是什么？哦。哦，哦，这个有吗？2017年，啊，好久以前呢。啊，哎，哦，那边停了，隔壁也在车有好几台后，啊，原来如此，后门的草皮上。啊，一样远到看不到。对啊，感觉就很哦，就是有很多车子的意思。等一下，我那个这个吗？其实不可爱，蛮后面。就是不性感。不对，这不是性感的，不对。等一下，啊！啊，我是跑去哪？我怎么到处跑？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后面，啊哈！哦，这时候那时候挑超累的，不对，可是我要找性感的，哦。好久以前，好小哦！我那时候我看我超小的哎，好可爱哦，很帅，很帅吗？对，我要找性感的，不管不管，我是性感的雷，性感的，性感的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很小一只哎，超小的，然后那时候还绑着马尾，然后头发很短，然后在那边跳，超可爱的。蛮帅，真的吗？跳舞之后长的几公分啊？应该有5公分哦。以前15几而已，然后跳舞，对啊，应该有长5公分。吃帅没可爱，真的吗？比较帅吗？比现在可爱，对啊，小时候嘛，小时候，小时候当然可爱啊。不行，我要找性感的。吃在前面，啊、哦，对，我直接略过吃，而且还有两个大鱼是怎样？哈罗，谢谢大家送的荧光棒，还有两个大鱼，怎么可以这样？不行，等我，我要找。哎，我以前社团去玉达表演的影片，好可爱、哦。那时候很胖，那时候超胖，那时候很胖，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胖。2017年。等我一下下哦，这是什么？啊，怎么又是这首啦？这首怎么到处都是？我找以前的，是一直都是我这种。小时候，我小时候才叫性感，16岁的时候，我那时候是我的性感巅峰。讲到烂掉的第一印象。第一次直播就在麦当劳这样，不是哦，对啊，我不凶吗？这样看起来很凶呢。ちょっと待って，我看麦，我看麦之类。啊，下面下面，现在有点难，为什么嘞？
这是啥？哦，一样，一样的东西。现在气势都没。对呀、啊，凶你，凶你吗？一副我是谁？我在干嘛？没有，我会凶。只要我就是发呆，我就很凶了，就这样。就是这样发呆，然后就很凶。No, it's not icky. 哎，这蛮好的，这蛮好的。第一印象是可爱，真的吗？这对啊，这是发呆。我发呆真的长这样，我发呆就是坐着，然后就这样。我上课的时候就很无聊，发呆，然后就长这样。然后有时候也不耐烦，因为上课上太久，我就会这样。然后就在那边看时钟，然后就等很久，然后就很不耐烦。我觉得老师一定很可怕，老师一定很讨厌我。不敢这样，对，真的从来没有叫过我，因为我每次都是张脸，然后老师就不会叫我。我真的每次都是张脸，然后他从来没有叫过我回答问题。很想啊，我去感受的都没有。不对啊，这个也是。这是什么？不是，这个是那个。老师走到下。怕被你打。哦，我说我找不到。这年头的不是啊，我就真的这样，我很喜欢打哈欠说话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比如说话讲一半突然打哈欠，我会硬要把话讲完，这种，其实这个是我在这边后面。哈，这也是16岁，哎，还是17呀、啊？我忘记。谢谢阳光送的荧光，荧花，擦地板，没错，擦地板。16岁对不对？什么？今天早上上庭传给有啊，我有看到什么？你说你要讲什么？现在阳光上的我来签到，都有留，对啊，都有留的。现在不能送荧光棒。等一下，我有那个性感的，我刚有找到啊。啊，这个吗？好像是这个。我在这儿，16还17，对我性感好像没有，其实我现在看我觉得跳很烂啊。谢谢黄色的心心相印。要加注解有吗？哦，不要加注解，可是我还是看不懂哎，很厉害，真的吗？其他的慢一点，有吗？有吗？还好吧，差不多。啊，后面那个在乱跳，我后面那个在乱跳。直播性感舞蹈跳起来，不行啊！我这边就站不了，因为都短，那时候都好像16还17岁。看看，就小时候，地板被擦得那么亮。我看一下有没有哦，性感的，或者是性感的，这是什么？啊、哦，这是 Party Crasher， 啊哈哈，
以前帮扎安娜办的 Kasha 现在14岁变年轻了 Hugh哎呀，哎，等我一下戏啊。哎呀，嗨，我按掉了，我按掉了。嗨，回来了，16岁是我人生巅峰，就是其实也还好，可是我现在跳舞比较厉害，对，我现在跳舞比较厉害，可以前就是尝试的比较多。谢谢阳光送的 love。阿罗，我回来了。等一下，哎呦，都找不到了。这是什么？聊到你这打字，为什么要哭？那鱼要进化了吗？进化吗？我现在变很凶，跳舞变很凶。哦，这里啦，啊，以前长这样，这个粉紫色还是红色？这个，噔，到底以前哪里来体力啊？好累。真实的影片是吗？好像不是哎、欸。没有没有没有。服装？嘿。卡提诺投票的影片，卡提诺投票影片不是？红色的吗？卡提诺投票的影片，这是紫色衣服，哎，不知道忘了。谢谢吉伟帮送的掌声鼓励。小时候呢，现在的话就是变很凶，我现在跳舞变很凶，啊见面会不会去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会去？诶，等等下播好啊！谢谢人豪送的 love， 看一下。这是什么？11月1号啊？什么？他为什么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？我的这个平板很奇怪，它的影片有时候会自动上去，然后有时候不会，很麻烦呢、欸。啊，好呀，生气哦。反正我现在就。很凶，现在跳舞变很凶。决定答应你，所以就不啊？什么？什么承诺？就进步这么多，不觉得自己很厉害？3年够久了吧？我觉得，
不过这么刚好，见面会那个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真的假的？我看一下 ，Hello 玉人，小五罗，出来，不是出来，出来了，我不知道Unicorn 是有今年，哈，怎么这样？票都卖完了，真的假的？怎么那么快？怎么那么快？我是不是没买？对，我没买。我是不是又忘记上班了？怎么这样？怎么那么快？到底21号？他叫做我的。差点 Minico， 真的假的？哈，后知后觉，对啊，怎么这样？我看一下好，12点到12点半，这是记者会。好，然后2点到3点15是 A 场啊，我在 A 场，对啊，我在 A 场，记得来哈，我记得。谢谢玉人的分享。就见得到，真的啊！我看看，雨喵、思雅、雨晴、小迪、林杰、雨林、柏林、我、嘉莹、肉肉、云爵、佳丽、一家、兄妹、彩杰，好的，看看三场套票 ，A 场、B 场。2点到3点15，超早的耶，这次没记得去也救不了了。这样冰大省钱呢，这样没满不能参加记者会啊。A 或 B 单场1000，套票2500，哇。好，刚好睡醒，很早耶。原来如此，你们不讲我真的都不知道耶。哦哟，去当记者，没缺钱就献给我说好啊。有没有在关？不是嘛，没想到那么早。没想到那么早啊。到底有多冰？真的，我真的没想到好好笑，哇。会不会当天睡过头？应该不会啦，不会啦，至少前一天还是会知道的。不知道啊，没事，工作还是要早起。啊，下礼拜那么快啊？真的哎。下礼拜，好快哦！早早办什么活动冲业绩？生日会我知道，这个我知道，厉害吧？生日会我知道，可是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没那么夸张。不是卖完了吗？卖完了就不能去呢？有铁玫瑰，
快夸奖我，夸奖我，很厉害吧？请夸奖我。我不知道卖完了没耶，三房好看，对不对？有你的我都不知道，别人倒是知道约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刚刚好，巧合巧合，但我怎么都知道一些我不知道，就是对，是礼拜天才有 TTP， 对，礼拜天才有，我很厉害吧？是粉丝来的，很容易跟我们知道的重叠。我不知道的事太多了，没有啊，可是我知道的事情就刚好啊，对，哦，也是啦，我知道的你们一定知道，聪明语。聪明吧，我知道我生日会跟甜玫瑰，厉害吧？谢谢韩哥送的浴衣，叫你怎么封锁？好，教我。谢谢韩哥送的浴衣。一路会去品韩生日会吗？诶，一路会去品韩生日会吗？会吗？等一下哦，怎么啊？回来，怎么被？右上角的点点点，进它这个。这样吗 ？Oh my god， 我点不了。然后嘞，这样。这样子吗？哦。好了。好了。因为还是不知道。我会了，我会了，各位，我会了。三个会有哪四个人一起？图片有改哦，真的假的？我怎么又没看到了？有吗？四个人，马友啊，潘毅加熊妹，这个知道啦，厉害吧？这都发生了，怎么可以不知道嘞？这样是记性有问题，这样不对。确定，阿贝桑不会断线，不客气不客气，再过一个月不会啦。Hello 叉叉，阿布生日几号？他不是生日会吗？他很生日会啊？怎么说生日会？阿贝桑生日11月。27是吗？怎么办？是吗？两天没那么没吧？29，29，你不觉得7跟9很像吗？
对啊，我想说，我昨天有看到他发限动说明天生日会还是什么的，所以我就记得，他今天生日会，可是不对啊，我记得他生日在11月啊。然后说，几号？有像，还在车上，好久，七跟九很像，很像，七跟九很像，真的很像。11月5号，是吗？跟你讲，我来不及审文呢。不是啊，七跟九七，然后多一横就是九啦。面面是10月21号，厉害吧？10月21，他跟我只差一个月，狗，所以很好记。知道几号？几号？再一个月很久，很久啊，有吗？哪有久？我还是很不能相信面面竟然比我大，很难相信耶，不觉得吗？因为你在吃嘴边肉跟猪舌，我每次直播都在吃这些，好笑。只记得自己的什么一样好吗？破羊一样。我每次直播都在吃这两个，又是嘴边，对，没错。你也在吃，真的吗？一直吃完了，好吃好吃，品涵也比我大，是没错啊。可是因为品涵，我不知道，我早就知道品涵比我大。然后面面是一直到他突然有一天跟我说，我生日跟你差一个月，我说啊，10月吗？他说对啊，我说哈，什么？你竟然比我大？品涵20岁了吗？真的假的？怎么会挑明？你说10月吗？你可以相信哦。对啦，这确实没错。改名叫嘴边肉猪，有点难听哎，这什么？刚刚到家在吃东西啊，一个这种玩感觉很好吃。天哪！因为你们在喝哦。你才20岁，他们看不出来，好好哦。童颜，童颜，属猪，属猪，我弟弟也是属猪。快要18了，一直都是18，平常看起来像狗，对呀、啊。好好哦，看起来年纪超小的，好羡慕哦。我继续吃我猪舌。差一点就18，冰大不用骗。16，刚过18岁生日，我也是啊，我16，不好意思，结果炳涵跟你同年纪，炳涵真的看起来很小，好羡慕啊！你哦，你很年轻吧，黄宇，20几啊，大部分都20几啊。很年轻吧，喜欢炸鸡没有啦，只是最近我要减肥，不能吃炸鸡，
只能吃猪舌这样，没差。小你四个月哦，哎，那刘俊很年轻哎，真的假的啊？超没礼貌。刘俊真的假的？刘俊很小哎。会变四十八，你说四十八岁吗？我吗？我上次有这样讲吗？是我吗？是卤的吧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吃不出来，都酱油味。酱油味，茶茶味，也比印象啊？真的假的？没吧？就我呢？像外貌真的？刘俊平他哦，彭磊阳这样安内唔贪哦，人家女生你这样不要相信年纪很大哦，真的假的啊？你到底年纪多大？九十年？真的假的？哈？什么？原来弟弟叫你叔叔，你就二十？嘿呀！呀！哦，他说你刚十八啊？真的假的？你们现在是认真的？哇，都不会分公鸡母鸡，我也不会，有分吗？有差吗？啊，就大啊，骗我干嘛？哦。好可怕哦！你们怎么那么小？好可怕哦！问面面吗？诈欺话题哦，所以是诈欺吗？请问，一定都，我觉得都二十几啊啊，冰大，不用不用，刚满二十嘛，好啦，好，我配合你啊。就只有你没骗，你二十嘛，对不对？只会吃其中一种，忘记哦，真的假的？有差哦？什么什么什么？你才十九。你看起来像几岁？你看起来不可能二十啊，反正绝对不可能二十。你看起来，哎，好难哦，冰蛋我觉得好难哦。二十七？什么？今年十七，冰蛋比我还小啊。可是你才大一，对啊，你们怎么这样那么难猜？所以也没骗啊，好难哦！你们怎么那么难？都一样看不出来二十。你说你比较大的意思吗？是吗？啊！谢谢冰糖送分白眼，不然几岁？啊，我很不会猜耶，我不会猜年纪，我觉得我以后一定会被骗。脸看起来像高中生，哦，想看看，想看看，就不用猜，你对啊，你就大学毕业嘛，二三二四吧，是吗？二二，哎，
拼到二十，不可能，怎么二十？不可能啊！年纪二十，对啊，我一直以为你二十多哎，现在就被骗，对啊，二十至少就二十三呐左右，二三二四，我一直都觉得你们都二三二四哎，怎么办？龙君也是，就差不多二三二四的感觉。啊！一直在直播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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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，冰娜很年轻，很年轻。有一种就对不对？感谢感谢什么？谢谢巨人猫送的樱花。啊！今天有新世界打开的感觉。哇，好酷哦！以为对对对，以为会是大四或毕业这种，真的会这样以为。茶茶的鸡排店，谢谢玉宇，什么啦？什么？玉宇发现他的年纪都不大，是吗？怎么这样？毕业就不在台湾了，真的假的？不讲话都是大叔粉，没事没事。快嚼有点久，然后想说不想这样吃吃看着，看着镜头，然后吃猪肠，然后哪里怪怪，是要摆个 pose， 摆个 pose 继续吃猪舌，什么什么鸡排店，对啊，我有演，不讲话都是大叔粉，真的是老人，没事没事。哎，很可怕！怎么那么年轻啊？算你不是大叔啊啊！有蚊子，蚊子，那是蚊子吗？不是，哎，这不是蚊子。哈罗，它是灰尘，小灰尘。哥姐自备自动升级成叔叔阿姨。你还是沉默过就对，没事没事，我在吃我的猪舌，很有嚼，对，它有点大块，怎么那么，对啊，怎么那么年纪，都年轻 ，Come on 啊，打日子啊，打棒球，是在哈罗、哦，叫姐，罗君姐，啊，你就看起来就啊，啊，好棒哦，不是好棒，我好坏。哦，好丑！跟你差哈，冰大大几岁了？谢谢阳光送的玫瑰。ATT 佛饭还有一个小时。ATT 佛饭最近推荐什么好吃 ？ATT 吗？纪光啊，纪光香香鸡。对。屏东南霸天，现在怎样？你们开始在聊棒球了？现在说好棒棒感想的，什么意思？你说年轻吗？很酷哎、欸，我真的没想到那么年轻哎、欸，我以为至少就是几个大学生，然后这样，没想到是二十岁。
哇，二十岁也是大学生，对啊，我在讲什么？不是，我原本以为都是那种22、23那种，24就年轻的话。其实我老了，哈喽，好哦，玉人，你更老，超坏。犹豫的部分，以为你大学，对啊，真的以为大学毕业。觉得多就23啊，23差不多，哈，好小哦。要这样才会骂云云爱，喂，现在是怎样？大家都要被骂是不是？不要当 M， 哈喽，真的是。你们老人们啊，不管啦、啊、我已经啊，算了，难怪骑车不会被，这样很好啊，常常这样很好啊，更小，对啊，更小，谁跟你老了？是在考尼基哇，是在阿牛哈塞哦。我还以为粉丝都是哥哥，真的哎！因为姐姐不要偷姐粉丝，没有，抱歉哦。啊，你妈谁哦？骑车都被领姐，这样是好的意思。恭喜长得很年轻，抱歉什么？这个妹妹我觉得看起来其实也蛮年轻的啦。对，时代棒球，时代还有什么语言？好啦，玉米骂喂，什么骂？真的是，喜雷利好，喜雷利好，就是个啊，真的假的？不是啊，比你小哎、欸，哈罗，成员们都可以当你姐姐，对，没事，我勉强，我只有一点点而已，还好，不行，我很小，不行。不行，叉叉这样不行。玉云妹不骂你，对，就是要玉云妹。没事啦，大叔也很好啊。什么一份鱿鱼110啊？纪光是不是？他有小的吧？我记得他有套餐。云姐看哪有冰大明？很久没出场，我要叫你妹玉云妹妹。玉云妹很久没出场，对，玉云妹到底在哪？玉云妹，大叔好在哪？我觉得大叔这样子就是年轻有活力，很棒啊！有种燃烧生命的感觉。改叫 Polo 爷好。沉睡在 iPad， 对，在 iPad 里面。他到底在哪？以前为什么有玉妹的出现？那是怎样？我忘了、欸。我脑袋真的是直接忘记，为什么？会找死，不会啦，燃烧你们，燃烧生命，我们帮你们注入生命，这样就一样。你把你那个比较看啊，什么啊？到底是什么？我真的忘记了。玉米妹长怎样？有差吗？所以我生日会是玉米妹，对不对？洗那个，
就是啊，我被我抓到流血了啊！好像是过敏还是被蚊子咬，然后我就把它抓到流血。哎，是血！哎呀，血腥味！哎呀，怎么办？流血，算了。比我可爱，比我可爱，好吧。啊，我最近都有刘海啊，很冷，我觉得很冷。我错，就想说血腥味，快吸！我是啊，好大滴哦，天哪，好可怕！等一下，这样不行，它真的有点过大滴，超大滴的。等一下，我做了什么啊？什么？我只是抓一下痒而已，怎么变这样？去穿裤子，我袜子有，我有穿裤子，我穿短裤哎。等等，这是裙子啦。怎么这样？哎，天哪！它滴到我沙发了啊！它整个沾到沙发，全部都是我的血，我血怎么那么多啊？好可怕哦！真的觉得不像二十岁，会有的，会有的，你来。IG 可以关掉，什么意思？可以关掉？好可怕哦！怎么会这样？超多血的，蚊子应该喜欢吧？我真的超多血的，好可怕哦！啊，我沙发上都是血，怎么办？哎呀！腿腿是物理不性感吧？啊，怎么办？哇，他还在流哎，烦呢。擦掉了，不是啊，他有点一直在流啊，随便。啊，啊哈贴个 OK， 然后 OK 绷在哪？哎，叫后面贴个 OK 绷抽来吃，我觉得很好笑哎。被血，哎，那我很多，我真的超多。台北还不会很，我觉得很冷，我真的觉得超冷的。要啊，对，查查是文化、啊，想起来了。啊哈。骑车买大阪烧，你说士林夜市吗？啊，好久没吃了，好想吃哦！沙发都是血，有点擦不掉。哎呦，我只是觉得痒痒的，然后抓一下，然后结果就流血，好可怕、哦！放一点血，真的吗？但真的不该保暖，没事没事，没关系。我觉得这样不行，我觉得我需要。贴 OK 绷，等我一下，我拿个 OK 绷。啊！超多血！我要贴一个不会留痕迹的 OK 绷，不然每次很难撕的那种，那撕下来都会有黑黑的，我觉得很好笑，超好笑的。有需要啊，那就一直流啊！我要先让它不流，就拿 OK 绷先贴着，止血止血，还在流啊！蚊子是多大一只？没有没有没有被蚊子，我是哎好像是过敏还是什么，然后就抓，然后就抓到流血。先叫玉妹妹，我想要玉妹妹出来，而且玉妹妹已经被我搞到失踪了。他被我搞到失踪，他去哪我不知道。加压止血就没有，他一直流，不想要啊！大阪烧、地瓜球、杏仁茶，都是我爱吃的。哎、欸，事后叉叉果然是那边的学生。我每次去吃营业是一定要吃这三个，真的是对。大阪烧还好，很饿的话就会吃大阪烧，不饿的话就吃地瓜球加杏仁茶。跟我一模一样，
见面会看我的腿伤，应该没了吧？那时候应该没了，你的状态好像过敏。叫弟弟哦，弟弟跟我以前很胖的时候长一样啊，跟我现在长得不太像啊，是跟我很胖的时候长一模一样。哦，那是我名单，切。嗯，很胖的时候，嗯，那国中吧，他跟我国中的时候长，现在跟我国中的时候长一样。哦，我现在手都血腥味，好烦。嗯啊，我刚想说什么三，你们刚突然讲那种，说哎，怎么跟我吃的都一模一样？谢谢巨人包送的玫瑰，可能哦，他搞不好上高中就会突然变瘦，跟我一样。嗯。会长得像松仁，会吗？那要跟我阿公一样，如果不一样的话就不像了。会饿，肚子饿，没有没有，我不会在半夜看。真的有点想顺便去士林夜市啊！你不是在 ATT 吗？喝醉讲话就开始快了。都在，你说打字会变快吗？啊，现在还在下雨，好烦哦。巷子里有一间泰式料理，啊，泰式料理。捷运到的哪有很远好不好？珍珠奶茶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台北的冬天来了，好累哦，好不是好累，好冷哦，先去忙。好，卡丘加油，加油。出了心虚，没有啦，真的没有，只是有点懒得去，很远呢、欸，下交流了耶，哈哈哈哈，干嘛这样？还没收到，对，还没收到。日本比台湾很也是啦，可是台湾已经很冷，哦哟，超冷，今年风对，不知道在大什么的。会傻眼，真的吗？那浴巾都是暖，那浴巾也要是暖的。手被雨打到，哦，那感觉就很痛啊！雨超，对啊，大雨然后直接这样骑，感觉就很痛。他蛮觉得很冷，你说今天吗？今天超冷，真的是，对，真的是干冷。我之前去大阪那时候8度哦，我还可以穿短裙到处走，就是台湾的体感温度比较低耶。吃个啊，猪手被我吃完了，剩嘴边肉，剩嘴边肉，啊。还有遇到我直播，真的假的？哈，好想抽到。下雨，对啊，下雨体感温度会变很低，4度一点，短袖长裤搭外套，对对，其实日本蛮舒服的，就是那个
干冷的状态，可是我真的是干到那个皮肤裂开，这边都裂开，之前去大阪很冷，然后皮肤就裂开了。要穿内，可是就跟内搭衣，我现在穿内搭衣还是超冷。谢谢阳光送的荧光棒，哈，也穿短裙，对，没错，吃海底捞，我已经在吃了，我最近在吃火锅。北海道冷死了，北海道是真的冷。那次出去吃刚好是大阪烧，大阪烧好吃。北海道感觉就很冷呐、哼，很久没吃到的东西，火锅好吃好吃。我昨天去吃海底捞，然后去吃那个美之锅，也是 ATT 楼上的，是粉红色的，它到处都是粉红色，它到处都是粉红。天哪，我手机要没电，它到处都是粉红色。我先充个电好了。北极，北极没有企鹅，北极有企鹅吗？粉色那个，对对对，粉色的锅很酷哎。我觉得里面很可爱，我觉得，我觉得在室内还是很冷的。都想粉红色很棒，什么东西就里面装潢啊，椅子、墙壁什么，就整个装潢都是粉红色，很可爱。草莓口，不，倒不是啦，它就是。那个三鲜是三鲜那是海底捞，我不知道那边名字叫什么，跟麻辣锅，对不对？粉色好看，还有粉色这个，我在哪？我在这儿。粉红色的幸福水水，还是不要？为什么不要？粉色最可爱的。还有粉红色的，我们的袋子也是粉红色的，有没有超可爱？谢谢本丸送的好多了，卤味已经吃，天哪，卤味怎么吃那么多？不喜欢草莓，哈哈，草莓真的很好喝，我很久以前高一高二的时候超爱喝草莓牛奶的，小时候。谢谢阳光送的掌声鼓励，耶、yeah, ，好。那袋子已经收在家，很可爱，粉红色的。所以要不是啊，很冻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喝掉啊，喝掉。啊，剩个吃啊，那还好。超真的吗？超便宜，只要35块，真的假的？哇，好便宜哦！三十，真的假的？这是现打，应该不是现打啊，怎么会那么便宜？好啦。我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要先来念个排名，我要念排名咯。显达真的假的？太扯了啦，好便宜哦。松线中间有一盏驱动，哦，真的假的？哈、啊、哈，我没看过。谢谢博东送的蓝色应援棒，谢谢本丸送好多贵族玫瑰，贵族玫瑰。那个图片我第一次看到，好可爱！谢谢北极星送的星星相依，谢谢荣军送的 love， 是在念排名阿罗，我念排名喽。每次到以前太扯了，你们是大胃王比赛吧？来，按错，来。啊！谢谢阳光送的樱花，谢谢思源送的樱花。好咯，谢谢依然送的 love。果汁摊在游戏的店外面，你说网咖吗？谢谢依然送的樱花。好，我要来录哦。第十名是。博章，第九名是玉人，第八名是柔居，第七名是 Ben， 第六名是思源，第五名是北极星，第四名是黄鱼，第三名是杨公公，第二名是本丸，第一名是冰大。好，谢谢鸡尾包送的 love，
谢谢你们。哦，叫我去啊！我想打游戏是网咖吗？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啪啪啪啪！谢谢杨公送掌声鼓励，耶！紫色正选。打游戏啊，你要说夹娃娃。好啦，拜拜，下礼拜见，大家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，都好吗？好吗？可是我觉得我脸很僵。好啦，拜拜，拜拜，爱你们，拜拜。下礼拜看得到我，看得到啊。三、二、一，拜。好啦，拜拜，拜拜，辛苦了，拜拜。再一次，三、二、一。